更笑戏啦！哎呦，来各位来看麦哦、喔！来，我们最爱质询的民进党，我们最在乎质询权的民进党，今天是我们的交通组，攸关国家交通重大建设。来看看我们的民进党，来各位，陈超明、涂全奇、严宽恒、廖先祥，哇，你看这些人都很认真哦。来，吴清明、吴佩益，还两个民进党油耗。来，林倩琪什么党的？马上来查哦，来看一下林倩琪是谁啊？听都没听过，是哪来的？哦，国民党的哦，国民党的。好，又是国民党的，所以目前截至为止，民进党来一二三四五六。1 2 3 4 5 6 OK， 6-2，来7-2，连叶仁之都来了，连最爱上通告的叶仁之都跑来咨询了。好，8-2，9-2，好不好？1 2 3 4 5 6 7 8，陈冠廷，陈冠廷什么党了？来，我看一下陈冠廷什么党了。陈冠廷，民主进步党啊，1 2 3 4 5 6 7 8，8-3。哇，我们最爱质询的民进党只来了三个，最爱拍影片的林楚英，你不是爱拍影片吗？丢脸死了，小丑！我看了，我看一下林楚英在干嘛啊？哦，爱拍影片的林楚英，啊，喜欢玩抖音的林楚英。哦，林楚英在干嘛、啊？林楚英不是很爱拍影片吗？嗯，楚英怎么不拍影片了？回应国民党，好丢脸哦，丢脸死了！更笑戏，林楚英，你转给更笑戏。来啦，各位，来我们看啦。哎，女战神，哎呀，白眼战神黄杰，最重要的执行权，哎呀，改书面8-3。啊，改书面，罗明才都来了，啊，赖瑞龙哦，这个老江湖哦，他有来，哎，郭国文，哎，各位啊，郭国文上次就去冲场的，又改书面了，你看我们陈廷飞委员这么认真，对不对？你郭国文，你这样会输陈廷飞哦，你不要想跟陈廷飞比了啦，你没得啦，好不好？陈廷飞要选市长了啦，杨耀哦，改书面哦，来王美惠。又是民进党的改书面，鲁明哲也来了，赖慧媛哦，这是民进党的嘛，对不对？也改书面，来林楚英也书面，建哥，更笑死，1 2 3 4 5 6，好像总共7个人改书面吧。哇，杨耀什么党的、啊？看一下，又是民进党。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，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，每天改书面，每天都翘课。哇，好伟大的民进党哦，好可爱哦！每个都说我最在乎质询权了，但是我偏偏都要改书面，我不要来。而且还有这个黄杰战神都不来啊，不来翻白眼，更笑戏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更笑戏的林楚英，笑死人！来，各位来看。回应国民党，我不是绿色巨婴，我是蓝色孔雀。啊，你怎么不来拍影片？你不是最喜欢拍影片了？上周五被韩国瑜没收质询权，我心生恐惧。哦，是哦。啊，你不是，你可以抗议啊，你可以再来啊。你们不是最喜欢冲撞了吗？你就再来嘛，那看会不会被没收嘛？准时到很难吗？准时到都不会，还没收，就给我坐在那边会被没收，没你妹，丢脸死了啦！更笑戏啦！哎呀，不要理由了啦！什么改书面，至少有质询啦，丢脸啦，上通告啦，忙节目啦，更笑戏啦！啊，罗明彩，各位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在说谎吗？因为罗明彩上次呢就来不及，所以改书面，所以根本没有什么怕被没收改书面，他在乱掰。
而且我问一件事情，各位好朋友，我们有点智商。如果林楚瑜一直待在这边，请问一下，他会被没收吗？不会嘛。而且你知道吗？林楚瑜这个人很坏哦。你知道他坏在哪里吗？啊，你知道坏在哪里吗？黄杰哦，你知道他坏在哪里吗？他故意把黄杰丢出来。你看哦，他说因为我倒数第二，所以我改宿命。那黄杰排第十八，哎，他在臭黄杰。他在臭黄姐说这么前面还改书面呢、欸，他在臭黄姐、欸。来来，我们看一下林楚瑜现在在干嘛、欸？林楚瑜现在在干嘛？林楚瑜很忙是不是？没关系，你很忙，我尊重你哦。看一下你在干嘛嘛？你在忙什么？啊，不用上。啊，你不用上。楚瑜，你怎么不来拍影片？你不是我们的爱奇艺抖音小天后吗？你怎么不来？你怎么不来？楚瑜你去哪里了？啊，楚瑜去哪里了？哎呦，你怎么没什么新闻啊？好可怜哦！哎呦，嗯，礼拜五干嘛？急着要出去哦？去哪里了？啊，楚瑜，你是急着要去喝酒、哦？酒空哦？你去哪里了？啊，不对，那是你老公，搞错人了。那、啊、你去哪里？那、啊、你怎么不去了？不见了？啊，楚瑜，你去哪里了？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 GABA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维生素 C、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，无重金属，无人工添加物，无410项农药，无香料调味剂，无防腐剂，无色素，七大保证，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good，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